各位觀眾，今日咧就唔講停一停，想一想廚師。突然之間即興咧，因為咧我就嚟咗呢一度飲茶，呢一檔飲茶咧就係我十分之中意嘅。雖然我自己咧就唔係呢一個鋪頭嘅名稱嘅有關人士。大家望下咧，呢個鋪頭咧叫富二代。咁啊，喺呢度咧，生活咧，你要享受生活咧，你一定要好似一個本地人咁樣嘅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咧，呢一度咧，基本上咧係冇乜遊客嘅。你見到呢啲咧，都全部咧係本地嘅檳城人。咁啊，好似大家見到咧，前面呢一台咧印度裔嘅咧，呢啲都係檳城嘅馬來西亞。印度裔，咁啊好得意噶！呢一度咧就生活就好悠閒嘅。咁啊，今日朝頭早我一早游完水之後咧，啊決定啊，不如去飲茶咧。咁啊喺呢度咧，大家見到咧係要自己攞完之後咧就印卡仔。咁啊呢幾個 Auntie 咧都好熟噶啦，呢幾個 Auntie 咧係全部講香港式嘅流利廣東話，你華語都唔需要講嘅。咁啊，幾過癮嘅。咁喺度飲茶咧，大家咧會發現咧，每一個人咧都會係有兩個杯嘅。點解兩個杯咧？兩個杯嘅原因咧，就俾大家猜下先嚇。喺下一集咧，回歸呢一個停一停、想一想嘅系列咧，先至開股啦。